前两天提到手脚冰凉，大家反应都很大，看来很多人都有手脚冰凉的问题。今天再来教你们一招，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泡脚汤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一小块生姜，一把花椒，一小撮艾草，材料很简单，一般的药店都可以买得到，加入清水煮至沸腾就可以了。煮开后捞出残渣，每天泡30分钟，快让你爱的人在这个冬天不手脚冰凉吧。